没有缝？有啊，里面缝里面的。他没有缝外面，他缝里面。浴血奋战的甘家威三日在男子拳击项目71公斤级四强战中，左眉骨与对手撞击出血，赛后伤势已处理过。不是因为看见希望而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才看见希望，所以我坚持住了，我坚持到底。凭借着一股坚持到底的意念，甘家威一路挺进金牌战，还获得巴黎奥运门票。其实他9月初才刚遭逢丧母之痛，就是我妈妈爱我所爱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欣慰，就很有动力，跟我的家人很坚持我走这项运动。对，虽然是就是打起来很残酷，但是他们还是很喜欢我打。让人遗憾的是，甘家威虽晋级本届杭州亚运金牌战，但过磅进行体检时，医师认定他伤势过重，无法出赛。今天就没办法打了啊！医生不给打了，医生不给打。刚刚过磅完，医生说不给打。是哦，小孩子啊，已经知道这样的成绩，我们会觉得很遗憾啊。或许这一次让家威啊到银牌，那可能就是让他在技术上能够练得更成熟，啊，速度更快，体力更好，就是来迎接下一站的奥运金牌战啊。即便无缘金牌战，甘家威确定本届亚运银牌入袋，想必也让天上的母亲感到骄傲。这也是台湾暌违53年后再度在男子拳击项目夺牌荣耀。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